台湾传统活动之一的天灯祈福近期在首尔街头现踪，现场除了提供缤纷多彩的祈福天灯，还设有台湾景点照片展，并推出多样化的台湾美食，包括珍珠奶茶、凤梨酥等，吸引不少民众到场尝鲜。景点的那个展览，然后也有就是吃的的试吃，而且就是吃的试吃种类其实还蛮多的，又有酒又有饮料，然后也有点心跟正餐类的东西，然后都还蛮有代表性的。이쪽연남동에서살고있는데지나가다가행사그인형이있어가지고알게됐어요막풍등같은것도있고그래가지고신기해서한번들어와봤는데맛있는거먹을것도주시고이렇게예쁜풍등도볼수있어서좋았고요民众在五颜六色的天灯上写下心中的愿望，除了常见的健康赚大钱，也不乏希望疫情快退散，台湾国境重新解封的盼望。政府也会做很大的努力，能够把疫情做一个适当的管控，然后呢开放我们的国境，让大家能够到台湾来观光。대만방문을굉장히기대하고있기때문에대만의국경만열리면은바로폭발적으로터질겁니다台韩互访人数曾在2019年创下超过245万人次纪录，无奈受疫情冲击，国际观光停摆。但随着不少国家逐渐对国境管制松绑，迎接游客，观光局也规划持续举办实体及线上宣传活动，配合旅游商品开发，吸引韩国民众未来赴台旅游的兴趣，体验更深度多元的宝岛风情。